你家的戴森只能吸尘吗？我家的可是既能拖地又能吸尘呢，颜值很高，质感很好，和戴森超级搭配，安装时非常简单，一秒就可以和戴森完美匹配。洒脱 T5 不仅拥有高大上的外观，工作起来也是非常厉害的，采用环绕式吸尘口，毛发什么的都不会缠绕，比过去的滚刷方便多了。清洁步骤：吸擦喷拖，吸完灰尘毛发后，前部进一步擦拭污渍，中部喷水，后部跟进湿地，四个步骤安排得妥妥的。家里有戴森的朋友再也不怕碰到地板上的污渍了。幸亏今天发现了洒脱 T5， 这么好用的产品可得赶紧给家里的戴森安排起来呀。